再一个比较常见的吸脂部位呢是两个侧腰，有些患者这腰部啊脂肪堆积的很堆积的很厉害，腰很粗，所以就可以进行腰部的吸脂。另外一个常见的吸脂部位是臀部，特别是臀部靠下的部位，靠大腿的部位会有下垂，会有下垂的感觉，很臃肿不好看，我们可以做臀部的吸脂。再就是大腿的吸脂，大腿很粗，进行大腿的吸脂也是效果很好的。吸脂呢，我们开口的部位是肯定是选择最隐蔽的部位，也开的口很小啊，一厘米以内的小口进行操作，操作完了以后切口恢复切口尽量让它恢复的瘢痕轻微，这样的话几乎找不到切口，